锵锵三人行，今天咱们这个请来学富五车的陶杰老师啊，对，还有咱们著名的国际问题评论员啊，小田老师，小田老师为什么要请你来？哎，最近你又采访什么大人物了？嗯，没有一些大人物，最近是做那个春节的罐头比较多，和您这节目一样。哦，你拿很多这个国际人物当咱们春节嘉宾播了是吗？但是我是要借重你啊，过去在这个国际上采访比较多，就是咱们现在得说说这个日本人，这个日本人质的这个事情了。嗯，感觉是已经杀了一个。刚才陶杰老师还说呢，我们是今天中午录像吧，就算今天晚上11:30，11点我们播。嗯。没准儿这个谁啊，这日本人叫后藤健二，我老把他叫成沟口健二，后藤健二说不定命也保不住了吧，后藤就变后世了。是啊是啊，所以而且你知道今天我看新闻还讲呢，你可以看看这个照片啊，你可以看看这个中间的这个人呢、啊、叫圣战约翰，据说英国情报局他这个讲的这个英语啊，就像小田一样的浓重的伦敦口音。没有没有，不敢不敢。所以怀疑他有可能是西方跑过去的，好像杀了多名人质的，有据分析很有可能就是这个人，这个人的外号就叫圣战约翰。而且咱们光看这个片子，你知道他在片子里说了些什么，就这个圣战约翰，他是对安倍说的，他说呀，这个虽然你与 IS 相隔超过8500公里，却自愿加入这场十字军战争，你引以为傲的捐出上亿美元来杀害我们的妇孺，摧毁回教徒的家园。他说，除非你们日本愿意交赎金2亿美金嘛，否则我手中的匕首将会成为你们的噩梦。哎，他这玩意儿有这个国际观念哈，他说的是安倍的这个政策。就是拿了1亿美金支援这个什么反哪儿逃了啊？其实那个意义呢是支援那些伊拉克战争、叙利亚这种难民，保护小孩，是人道援助。哦，但圣战约翰，但是这圣战约翰呢就非常的愤青啊，他不跟你讲逻辑的，嗯嗯，啊，他也很五毛，他也不跟你讲道理的。我说了算，我认为你投下这1亿，就是投美帝的一票，所以我不管，我就要抓你，然后呢跟你要2亿，你说这不是强盗逻辑吗？嗯，你说什么都没用。嗯，还有几个图片，咱们看一下。你看，这就是这个后藤健二了啊。后藤健二现在的拿出来的呢，这个我们图像做了处理，你看的还是这个人叫什么汤川遥菜啊。这是跪着的，右边处理过的画面实际上就是他被杀的这个照片，就日本政府分析这个可信度极高嘛，是吧？你再看下边，应该跑不了啊。你看这还是日本到处在放这个东西，我们在看 4K 的电视机，小店现在出来了、啊、你知道吗，高清的，高清，比高清这种画面、啊、对，没错，可作孽、啊、那真是汗毛孔都看得见。你再看这个，日本现在引起了反对这个安倍的政策了。哎，这个小田，你有没有采访过这个日本政界的人？还没有，日本其实还真是和我们的关系算比较淡的，这样的一些官员、嗯、对。但是反正我觉得这一次的话呢，这个事件哈还是有关注，尤其是我看到网上有些人就在说哈，日本这种完全是叫什么多行不义必自毙啊什么的。其实就像刚才陶杰老师讲的，那他这个名目实际上是人道援助，但是其实啊，很多政府尤其是跟这些中东国家比较远的一些国家，他们要这种捐助救助，或者是要以某种形式有这种经济上的这种参与的话，形式名义上肯定都是人道主义，肯定都不敢去说其他的。但是实际上那些国家他们拿了钱做什么，我们也不是完全知道嘛，没有一条龙的这种监管。那实际上就像我们这些节目里面遇到的很多，就是那一带来的那些嘉宾什么的哈，跟中国谈的话一定都会谈反恐啊。其实他们有的时候也很纠结，一方面呢是讲他们这个恐怖主义的这个威胁是非常的严峻的啊，需要这个多方的支持啊，需要大家的一些参与，实际上呢说白了就是要钱要利啊，这样子的。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呢，要跟我们讲啊，其实我们那里呢也很安全，中资企业在那里都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啊，我们的旅游业呢也是向你们开放的，其实都是这样子。那我们听了之后也会模棱两可，就是到底哪儿是安全还是不安全呢，就会这样子。哎，你像这个日本人很有意思，前一阵就是说，哎，其实很多东西啊，比如说那个时候我们讲高仓健，
大家对高仓健的很多赞美，实际后来发现呢，是日本人的特点。他这个为人的很多礼节呀、啊，是日本人的特点，就跟你远远的鞠躬，对吧？包括这次也是，说这个汤川遥菜他爹、他父亲、儿子被杀了哈，他父亲最后来一个给大家添麻烦了，是吧？实际这也是日本文化，就是出了这个事儿啊。你看，你看，好多日本人上街是要求救他们的命，但是也有很多日本人上街啊。就是据说日本人基本的共识是绝不能交赎金，就是不用美国说，日本人就是说你他有日本有种集体主义，包括这种耻感文化，就是说，谁让你们跑到那种地方去？你们给国家造成这么大的麻烦，就他会有这种意识，就很奇怪。主要也不止，主要是要日本民间可能有一种意识，要恢复那个武士啊这个精神，没错，慷慨赴死，对，尤其是后藤。你去的是救你的朋友，义盖云天，这个非常好。他好像是个基督徒，是还是个基督徒。那么你要做这个事啊，英文有一句话叫 "at your own risk"， 后果自负。你知道踏上这一条路有可能是不归路，如果是这样，就要以武士的精神，啊，英勇赴死。不要说哎呀要钱，因为这个逻辑是不通的。今天跟你要2亿，下次再抓两个跟你要20亿，你都给吗？对，不能给。在历史上很多一些国家，比如说我现在印象中有的哈，像什么意大利和韩国什么的，也是遇到这种人质事件，最后是怎么解决的？人质他们最后救回来了，但是怎么解决的他们都很含糊，就不愿意向国际社会交代。哎，上次好像日本救回来，曾经救回来过，但是呢，付过赎金的也有，是听说是付过赎金。小泉纯一郎的时候是拒绝付过赎金的，是干掉了一个。后来的安倍的上台以后是付过的，对，但是付多少没有公布。对，像英国也是前不久一对夫妇，他们坐那个帆船在索马里也是被绑架，然后也是要赎金。当时卡梅伦就是说绝对不可能给你们赎金，就是这样子，而且相信到最后也没有给赎金。而且那两个人也是被迫拍那个视频向政府喊话，说希望你们能够救我们怎么样子，但是呢政府也绝对是不为所动。哎，这个 IS 我觉得他也挺有意思的，这么一组织开头啊，我以为他就是一个就是信仰者，完全是这么一个性质的。但是到后来我发现他有很多，比如说一开始说俩日本人质讨2亿美元，好，这不给了，杀了一个吧，现在条件改了，说不给钱就算了，要放人，放那个约旦有一个恐怖分子的老婆，其实本身也是自杀式袭击的，这个女的，你知道现在要放这个，说放这个女的，但是放这个女的呢，我觉得就像咱们说呀，过去那个卖菜市场卖东西，好白菜搭一个烂白菜哈，他现在说啊，我就要这个女的，你放出来不给钱也行，但是呢，这个女的你他不肯放吧，不肯放，他又加上了一个砝码，谁呢？他还抓了一个约旦的那个飞机的机师。你知道吗？就是说，哎，这剩下的这个日本人呢、啊，这个剑二啊，这个剑二和约旦这机师，这俩搭一块儿，我换一个女的这个恐怖分子。所以是 ISIS 这个，他自己不能统一口径，这是就等于菜市场跟这个大妈说，你到底想怎么样？他也讨价还价。我这条鱼就是人民币5块钱，嗯，5块钱一块一条鱼，我就马上卖给你，你不要哎，看看哎，我要这两个户头哎。我这3块钱我要这条鱼，我还要搭破菜，搭一颗菜、那你今天这个条件变来变去，我到底怎么付？现在又拉进一个什么约旦飞行员，对啊，晚上如果杀了这个后藤，先不杀飞行员，我又说啊，这个要2亿，要3000万，你说不是神经病吗？你叫了安倍怎么付钱？对，我前段时间是采访的是这个伊拉克那边的一个官员，我就还问他，我说你怎么看现在的这个 IS 对现在的叙利亚和这个伊拉克，跟当年的这个塔利班对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你怎么样子比较这两个？他当时也是讲了很多，涛哥，你觉得要怎么比较？这个 IS 这个组织啊，你看啊，我现在觉得我越来越不太了解这个组织了。嗯，这个因为我觉得这个组织里头啊，他从这种啊反动的角度上说哈，他有点像一个国际性的一个这么个革命军的组织。嗯，因为我对他的印象，我觉得这里边有很多西方人。嗯，你明白吗？这是个特点。我过去以为这个都是他中东的嘛，阿拉伯的。现在你把伦敦口音的、巴黎口音的、海归的，而且都是西方世界的年轻人，就过去不要命去参加革命的。而且现在有报道说有韩国人又去了，自愿去的，加入 IS 组织。
你说这个事儿啊，就好奇怪。就最近这个中国这个公安部公布的这个，你知道在越南边境上，的这种这个那种新几个极端的新疆那个暴恐分子，他们啊现在在中国国内没法行动，然后呢出去参加圣战，也是跟中东的联系嘛。嗯，然后他这个指令也都很奇怪，我觉得真是出现一些新情况，叫就地圣战。嗯，你看上次在越南就是什么，给越南那边抓住了，遣送回中国，就在边检大楼说咱们就地圣战，然后一个人假装上厕所，抱住一个越南警察，然后就抢过这个枪就打呀，干掉，他们相信他们做了这个事情就可以升天还是怎么样子？对，都被洗脑。我觉得这个里边有个逻辑是什么？就过去我认为传统的这种恐怖分子，你是有敌人的，对吗？比如说。哎，你到了中东来参加圣战，比如塔利班，你是对美国的，你是有敌人的。但是现在你看，他从中东往这边招人吧，他给这儿下的指令就是啊，你们呐就偷渡过来，从中国出境，经过东南亚，你这里边儿经过无数个国家呀，你们要偷渡到中东，你们要到了我们这儿呢，你们就加入我们这个组织，咱们就共同战斗。嗯，但是如果你们沿途被哪个国家查到了，嗯，你们就就地圣战。嗯，哎，那你说等于说是所有的国家都是敌人，是敌人。他们有一种很严重的这种受虐意识，就觉得反正自己是受害者嘛，那大家都是我的敌人，就会这样。是不是可能就是异教徒，对吧？你凡是异教徒都可以跟你开战。受迫害，受孤立，受围堵，眼里全都是敌人，嗯，没有一个朋友啊，嗯，所以呢这个就是类似精神病，到底怎么搞？哎，现在全世界没办法。但是今儿中午我听他们还放狂言呢，就说我们要攻打美国，嗯，要把美国变成伊斯兰国的一个伊斯兰省，给美国把名字都起好了，咱们接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而且这个被杀的这个汤川姚菜哈，嗯，这个人啊，要不说每个人身后都有一个故事，嗯，当然他被杀了，这是大家谴责呀哀悼，这是应该的哈。可是这个人啊，实在是个传奇人物，嗯，他曾经自杀，他怎么自杀呢？就阉割自己自杀，因为好像他老婆得了什么绝症，嗯，然后就是他就不想活了，然后后来呢，你说他曾经在他的这个部落格里就写啊，这个汤川姚菜。他写他到那儿去，他甚至说渴望参加塔利班和盖达组织的这个战斗，嗯，取得这个经验，因为他做的一个什么军事用品公司，嗯，所以我现在就觉得到那个地方去的人，特别是介入这个冲突双方的这些人呢，有自毁倾向，嗯，甚至像他们这样，很奇怪，是应该来投诚的，他来投诚，你把他干掉。干掉就等于是冤杀错杀，嗯，是不是应该给他平反的呢？你这个政治上反动的。汤川好像我有看到，不知道在哪里哈，看他被抓呀，好像也是中间有误会，他就是跑错了队，然后呢又有一个什么日本的记者在他的那个 Twitter 上面留言又暴露了。然后就被抓了，然后就被成了一个这个什么间谍呀，啊，什么的。然后你说他有那个一个自己的这个军事用品公司，反正我看到的好像还是他不是一开始有这个公司，他不是为了去卖他的东西跑那儿去的，他是先跑那儿去了，发现他们那儿需要这些军事用品，才开始在中间做这种贸易，把好多日本的一些东西带到那儿去。他说我就想帮助他们，他在寻找生命的意义，惨啊，很惨。对，他因为遇到了太多的不幸，可能就是不知道心理上甚至是不是这个脑神经上面受到一些更多的冲击，但是现在人已经没了，我们说这些没用，就等于说军事器材想卖给 ISIS 的，对，他但用他自己来说，他主观上是想帮助他们，是，嗯，岂不知由于安倍这一捐钱，让这个 ISIS，啊，把整个日本当仇敌了，嗯，所以呢就是说反日啊什么反帝，啊，搞得矿大化了啊，扩大化了，嗯，所以就造成这种冤假错案，嗯，这样看来汤川呢我认为是应该平反，谁后程呢由谁来平来
当然是由他们 ISIS 头头来平反了，错杀了一个是吧？他的骨灰怎么再安放啊？这样，那你后藤我就不知道了啊。所以这里头啊，是非怎么样说不清楚，说不清，可能要等进一步真相啊，通过这个时间进一步的披露。你比如说，我看美国有一个杂志分析，就是说，你以为安倍真着急吗？就是说他说不定也乐得这种事情出现，就是说啊，哎，你这个有了这么一个事情，他更有理由派日本的特种部队去营救日本人。他现在就是安倍忙活着的，就是要解禁日本的这个集体自卫权嘛，建一个正常化的日本，哎，就正常国家。因为他觉得他受到中国的威胁，日益强大，他觉得您还老是让我这个不能出兵，或者说这个武力方面限制我。那么现在好像就正给了他一个理由，可是呢，要不说是非难辨，这个现在日本刚才上街游行骂这个安倍的呀，也恰恰是另一派的这个势力，就是说啊，正是因为你安倍啊，你这些年你老是想把这个日本正常化，所以呢，这不是才让我们在外边招事吗？在这儿招惹了人家 ISIS。这个骂的呢是一小撮，那是脑子里灌水的，凶手怎么不变成安倍的？等于说我开银行，银行被抢了。你骂我这个银行经理，你开银行干嘛？你开银行不是引人犯罪，引人进来啊，引起这个贪念来抢钱吗？这种我看是日本人呢，你说这我觉得这个傻不傻？真假难辨。还有一个哈，我觉得这看这些事情啊，就是一码归一码，对吧？安倍他的是不是有这种军事方面的野心，是不是有这些计划，他的计划是不是可以被合理化正义化，其实是另外一回事。但是现在我们就事论事看到的就是日本的公民那在那个地区就被这么无情这么残暴的给杀害了。那现在其实在国际社会上的话，我想主流的应该是站在一起，真的就是对这种势力啊进行谴责，而且呢一起想办法怎么去防范。现在是日本人，那下一个呢，真的我们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的。你说这个事儿，我前一阵儿就比如说从这个姚贝娜的这个事情，还有昨天说这个陈赫这个事情哈，老有人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哎，这个为什么啊？一个姚贝娜去世了是吧？他超过那个很多更重要人物这个去世的消息，大家为什么都关注他，不关注那些更应该被关注的人？别的人你敢关注吗？你能关注吗？哎，这只是理由之一。还有一个就是说，就比如说，为什么一个娱乐明星啊离了个婚出了点事儿，你们就几百万几百万的那个点击就关注啊？世界上还有很多这个大事儿，你们怎么不关心呢？所以我就发现这个媒体啊，媒体不是公平的。就是自打你要是大家同意媒体社会的话，那现在我关心后藤了，那算不算汉奸呢？我不关心姚贝娜了，我关心后藤。后你日奸算不算忘本的？不是，我再给举个例子，就是说，为什么说我说你要提这个问题啊？不如咱们从这个国际新闻层面还可以提一个问题呢，就是法国这个《查理周刊》这个事情，人家说了，你在 Google 上这么一搜啊，就是15000多条这个相关的报道。可是不是22万多条，22万多条，再想15000，对，谁是15000呢？在此同时，这个尼日利亚一个叫博科圣地的一个组织，好几千人啊，大屠杀，说是杀了2000人，杀了2000人，就所以他们就说这玩意儿哪有什么公平可言呢？没有，小国弱国，你就是命就不值钱呢，不一定，那是不是要成立一个联合国一个关注情感统一委员会？啊，通通哎，你说这个词儿有意思，情感统一。这个100年来，像索马里海外海域那个在菲律宾海岸以外，也沉了好多船。为什么你只记得一个泰坦尼号呢？为什么呢？啊，太平轮也沉了，为什么你只看电影看泰坦尼号，不看太平轮呢？你是不是汉奸呢？我怎么知道为什么？泰坦尼号。船上的景漂亮，男主角帅，还有女孩子漂亮，还有船上的都是有教养的人，还有加上好莱坞西方文化帝国懂得包装，让它变成个华丽的传奇，我就看它。那是不是我就不对了？要不要检讨？太平轮也好，不是不好啊，但是我略嫌这个电影有点哭哭啼啼。对对，为什么太平轮这个票房不高呢？放了两小时还没上船，所以我不如我看泰坦尼号比较爽快。那你说我这个是不是汉奸啊？不够爱国？泰坦尼号也是民国的船啊，我不爱它也有道理啊，对不对？所以到底是不是要成立一个就情感统一的警察，
每一个人一定要关注。那你关注了巴黎，非得要爱因爱也关注非洲。对于巴黎，对于欧洲来说，非洲这个是不是血浓于水？这个是外国。我身为法国人，我当然关注法国漫画家之死。所以你讲的其中有一条哈，有什么不公平？就是说啊，跟这个看见有关系，跟这个电影拍的好不好有关系。那你既然说到电影拍的好不好，我就得说呀，有图就能加分。嗯，你比如说这个《查理周刊》这个，这家伙高清摄像头拍下来的，多清楚，全世界都看见。但是你这种落后国家呢，看不到，摄影也不太发达。对，这说杀了2000人，你可以看看几张照片啊。这个现在这个人们也是，就是说觉得不公平了。就这个博客圣地这个组织啊，就是你都搞不清它是个什么组织。但是现在很多人认为，其实它就是个恐怖组织，因为你看这是它哪一年呢？一下子绑架了200个女学生，要拍卖，要卖掉，就干这事儿。你看这是他们的妈妈哈，这些女孩的妈妈。然后你再看下边，这就是这个博客圣地，博客圣地的这个组织。你再看下边。就有人说呀，他们可能去年呢大概得杀了得有10000人，就这个组织。但是你看世界上对他的关注就是15000多条，查理周刊这个杀了几个人就是22万多条，这个媒体啊就是这个比。我觉得一方面是说媒体哈，媒体的话呢其实呢都有一个心理，我们都是做媒体的都知道啊、当然呢有的时候呢也是需要自我反省的。一个呢就是这个顺势啊，我们要是有点趋重，就是其他媒体在做什么了，我们也害怕落后啊，那就赶紧都做。那大家都在说查理周刊，那就生怕我们做得慢了或者挖掘得不够深，那就都去追那个查理周刊了。那么但是另外一方面的话呢，确实现在很多媒体啊，由于可能还是这种浮躁吧，或者是怎么样子啊，缺乏这种真的是一种独立的精神，一种真的要去引领什么呀，那这个是需要代价的。就像我们讲这个产业竞争里面啊，先发成本比后发成本永远都高，后发是有优势的，那你要做前面那个领头的，那没准你就成了下一个那个查理周刊呢，对不对？还会有这样的这个担忧吧，会不会有的人，那这就是另外一方面哈。但是还有啊，刚才涛哥讲的啊，这个现象，我在想啊，跟这个政府也很有关系。有一种说法，虽然说不太好听啊，但是呢也有道理，就讲所有的这些政府其实是什么，就是一个公关公司。大国就是经营的比较好的公关公司，小国就是经营的不那么好的公关公司。你看这个法国的事情一出，那法国政府做的是什么？这么短的时间召集了那么多国家的元首政府首脑在一起去游行，那能不吸引眼球吗？那肯定媒体会去追捧。尼日利亚也招不来啊，真是锵锵三人行。你旅游广告之后见。当然也去法国。你看，就我就说这个，我刚才讲这个汤川遥菜，就是啊，他相信自己是二战时期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的转世，就他靠阉割自己的方法自杀过，然后他自杀完了之后，他就说，反正我的雄性激素已经流完了，从此我就要以一个女人的身份生活，所以他就改成名字叫遥菜。这个是个日本女人的名字。然后你看，他本来他在自己的部落格上充满幻想的写着，期待在跟塔利班和盖达组织一起作战的时候，得到足够的战斗经验，让自己有朝一日可以在危险地区经营为日本企业担任安全顾问的事业。哎，我觉得啊，唐老师，你觉得就是几十年来吧，至少甚至是近百年来啊，一直有这么一些人，我们觉得特难理解啊，他这个为了他的观点或者为了他的使命感，你不要管他的观点和使命感是什么，可能这里边有对有错啊，但是呢一直就有一些个人呢，他跑到一个陌生的国家去参加革命，去到那里就拿起枪，就甚至就不惜献身，从十字军东征就开始，那几百年前就有了。哎，你要这么说也是，就是这是人的一种精神本能嘛，就是有的是成功的，像白求恩大夫，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像阿拉伯的劳伦斯，对，英国人一个人跑到沙特阿拉伯，帮阿拉伯人推翻土耳其殖民统治，他一个人赤手空拳，哎，确定了今天中东的地图的划分是成功的。你这个什么什么这个汤川，啊，说是什么川岛芳子的转世，就有点像洪秀全，洪秀全发高烧的时候，也觉得自己是耶稣的弟弟，
所以你要当这种英雄啊，命运或者能力好的时候你就英雄啊，不好的时候变成狗熊。你看你的，你刚才讲英国，英国那个拜伦你记得吗？拜伦好像也是到希腊，到希腊去啊，土耳其。对，民族主义革命的时候，浪漫啊，理想。还有一个是当时还有很多人，其实他们的这个故事啊，也被后人啊给传奇化了。嗯，其实就正因为他有了这样的后果，那么再去追溯他的一些什么行为啊、故事啊什么的，然后慢慢就成了一个人物。要是最后他无果而终呢，那么这个人也就泯灭在了历史中了，谁也不会记得。还有这个西班牙内战，当时你知道吗？那个时候很多中国人参加过这个西班牙，这很有名，好多作家、诗人都去，不远千里来到中国。为了一个共同的理想目标，这是很浪漫的。世界上是应该有这种人的，不然没有激情了，没有梦想了。你不是给别的国家添乱吗？都在这个工厂里打工啊，有什么意思？活着有什么意思？还叫 ends justify the means， 要最后好了，那么你这个过程就是好的；要最后美好的话，那你这些就一文不值，也不值一提。你说是不是？我们当中有一部分人，他就骨子里有种献身精神。接着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天生的，他这个是一种宗教情愫，就跟那些人啊自持拿那个鞭子。